我讲台语，我听有，我听有。我跟你讲吼，我要找你，没有机会啦，我找你啦。我是讲要拜托你啦，阮这地吼，姓张，祖房的人送，张地主啦吼。啊，互阮住，啊，即马讲阮住煞无权啦，伊阮老爸是姓郭，啊，同改姓郭。 迄阵人在当时盖，我唔知啦。啊是讲，即马要做生意，我才知影。啊，阮咧地拢无钱啊。啊，厝到白甲百通人，阮两个分，阮要安怎生存啊？对无？啊，拜托你哦，甲我帮忙，我安怎处理？哦，多多帮忙。伊这是个案，对不对？伊这哦，伊这就是当初的时阵吼，伊阵算讲好汉。 人甲过河，甚至过过唔到，也过唔到。但是即摆这个公社时阵哦，要去往这头无法度。以前是做啊，但是无做啊，即摆变成讲伊变过，哎，伊有变地无地，啊，即摆等于变成干呐，变干呐厝尔，哦，伊个地都无去啊，啊，伊就去往，哎，我就说，要改名改都改袂成，伊较大。阿妈，阿妈，啊，你即摆你诶数据是啥物？ 你即摆什么？你即摆诉求？你的收入是啥物？哦，我要讲什么？你的收入，你的需要是啥物？你的。哎呦，我爱迄地吼，爱有地种我的钱也会使，袂使讲政府吼，伊我要追求要追，我拢无权利啊。我含阮老爸就住百几年啊啦，哪有讲你无权利啊？哪会讲变伊咯？哪拢咩？ 这是公家的，啊，我原来我若我着七八十岁，我伫遮生的，伊听我吵，啊，看我看唔是我在这遮出一样，啊，你要我甲我赶就赶，啊，我要赶去倒，我过去搬来遐，迄落是政府住，你即摆几个人住？我喏，阮是一个是高雄，高雄人，哎，高雄人啊，阮两个是住哦，一拜搬迄落中和，买厝买过啊。 我迄囡仔讲弄一个煞无去，啊无去，我搬进来住，啊，户口无迁进来住。啊，即摆政府甲恁估计，要赔你偌济钱嘛？才卖100块一万尔，太惨咯！啊，做要无钱啦，啊，阮要安怎生活？啊，要叫阮去刷倒？啊，我吼，下摆一万，搁再两个分咯，甲阮大姊个后生分，一日才几十万啊，是要安怎生存啦？ 啊，阮两个嘛是拢靠即间厝啊，你要叫我多付，我付不出。哦，现在我在判断啊，我在判断这可能是权利上的问题。对啊，总有一些。这个应该是权利，这个是这个是个人的问题。你有办法证明土地是你的？你有办法证明土地是你的？你好，要去办哦。啊，证明。对话一下的吗？那且证明他的多房那种证明，就好讲。